大家好啊，我是五仔啊。呢一节我哋讲下陈海林嘅消息，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我哋嘅广播。一个好靓嘅吓中东美女啊，疑似啦吓，咁啊有啲似阿茉莉公主噶迪士尼嗰、那个阿拉丁条女啊。咁啊，近日激罕回应。是不是父母收养你是你不知道啊，这样又讲到呢就不是老豆老母亲生的啊，比个 like 支持一下我哋。咁呢个话题呢，话说我哋两年几前呢都有讨论过，林作都有攞个100万出嚟话要佢哋验 DNA。咁点解陈海林突然间会自己回应呢啲事件呢？咁可能真係冇嘢好炒作啦。最新的喎，唔系旧闻嚟嘅喎，吓2024年9月12号嘅新假期里面就讨论呢个就陈海林自己噏嘅。原来陈海林只系33岁，但个样真系唔似，可能咧鬼妹咧个样易老啲啊。咁就其实2018年啊，同阿郑嘉颖结咗婚啦，生咗3个，贫传生第4个，系啊传咯，因为阿郑嘉颖话你真系唔生啦啊。一个话要封肚，咁一个就话唔生。婚后淡出转型做 KOL， 即系我哋啲同行嚟噶，都有网民关注嘅。话出道超过10年，咁啊 keep 住被各方质疑，无论系个样咧、个湿柴啦、那个身材啦，就瘦到话得翻80磅。之前讲到啊，演技咧，演技好似。俾阿边个？俾阿就哥强奸嗰个又系你啊？而家好少拍剧咯，佢唔知系咪个样，因为太唔似香港人啊。拍嗰啲咧 Bollywood 嗰啲可能 OK 喎。咁啊，甚少谈及呢个身世嘅话题，激罕回应此事。咁你哋真系唔好话，阿五仔你系咪咩歧视啊？我傻嘅你都，我自己本身都系有啲中东血统，系我系噶，有啲印巴咁样啊，所以你哋就唔讲得，我讲得啊，我自己本身真系 very good， 系啊，你唔好质疑我啊，我而家咁样同你讲啊，呢个陈海林直言对批评系好敏感噶。陈海林最近接受一个网络嘅频道专访啦，期间分享咗佢点样处理公众人物嘅压力同批评啊，佢坦言啊自己对。这个批评是相当敏感的，所以呢也一直是学习如何去处理这些负面的评论、啊。是不是很熟了吧声啊，音到身痛啊，就是这个声啦，好久没讲过。虽然有人叫他不要那么介意啦，但是他认为他适当的关注评论是有正面的效果的。他有建设性的呢，不过大家即系认为唔应该咧，就系俾个批评啊困住佢咯。啊，佢认为正面嘅批评啦，可以帮助你去思考啦，亦唔系一件丢脸嘅事咯。咁啊，陈海林啊建议啊，可以揾啲志同道合嘅人倾偈啊。你就系觉得好受伤嘅话咧，都系可以咧直接咧就讲出嚟噶。啊，佢咁样讲啊，吓，我觉得呢啲咁嘅说话咧唔系太友好啦。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啊。唔好再讲呢啲嘢啦，嗱，唔好继续喺呢个社交平台发布呢啲言论咯。嗱，佢回应即系咁回应啊，啊，咁啊，因为咧有人会质疑啊，你啊，陈海林啊，你系被收养噶，你自己唔知咁解嘅啫。咁事实上咧，阿陈海林咧，自从选港姐之后咧，都系个批评中成长噶。出道咧超过10年啦，佢至今咧仍然饱受各方面嘅偏见啦，同埋评论啦，无论系外貌啊、身形啊，好瘦啊，80磅到啦。咁啊，演技差啦，演技我又觉得佢唔系好差啦。不过如果好嘅话，应该好多嘢拍啦，就咁啊，真系一般啦。咁啊，血统方面咧，系咪唔得纯正咧？啊，我系真系噶，有印度血统啊，但系。佢好似比我仲印度啊！佢有冇咧？究竟啊？佢个身世啦，系咪被执翻嚟嘅？唔系以前个世界好容易执错嘢噶，啊！而家啲都容易执错嘢啦，啊！唔知系咪咧？执错两次，佢咪
咩呀龙凤胎呀是呀马胎呀咪集财两字呀个細路其实一起出嚟㗎。咁呢议论纷纷呢啲咁嘅事件啊一直佢都唔拉讲你会咩认即有乜所谓。堪忧探及呢个话题喎佢表示自己呢因为外貌呢被误认为唔系中国人。又佢呀睇落知其他民族啊父母可能收养你你唔知道啊你个面好长啊你个面色好深啊又好瘦啊好似个筷子咁样啊所以呢佢觉得自己唔够靓唔够好囉。咁其实我觉得陈海林几靓啊。哎呢个印度嘅种姓嚟讲算係白摩罗嚟㗎。几好㗎就係贵族嚟㗎呢啲系。咁唔知啦即係呢啲你话似其他种族我自己去到日本啦都冇人当我係中国人。成日都问我哋边度嚟㗎第一下就问我系咪 American。我话 Hong Kong。哇哦苏哥伊他估不到啊。咁香港都好多民族啊我哋。我哋香港系包容所有嘅唔同嘅民族唔似嗰个扑街特朗普咁话嗰啲乜嘢。外来人会食狗食猫嗰啲正扑街讲埋啲嘢啊。我哋咩嘢都可以试一家。我成日都去重庆大厦睇 show， 我讲真嘅我话佢哋做巴打嘅。我哋都有出席嗰啲把嗰啲嗰啲中东嗰啲人嗰啲婚礼我讲真嘅我系讲真嘅我系有入咗佢哋嘅兄弟团啊。咁另外呢陈海林就回应啦我强调我就系我。佢认为要学识接受自己嘅独特之处。当你走到喺街上面无论系香港定系其他嘅地方啊每个人都长得唔一样啊每个人都有独特之处啊。我觉得如果我好似一模一样咁刻出嚟嘅话呢唔系即系咪好无聊呢咁一切又变得好平淡呢其实你真系几冇自信心啊。一模一样有乜好呢你好靓女啊陈海林啊你又靓过成个茉莉公主咁啊做乜嘢咁冇自信心。唔似阿爸阿妈咪好囉似阿爸阿妈你点做港姐啊大佬。讲少咋嘛。系咪先。阿爸阿妈都普通人样即系都系即系老百姓咁样。你系一个公主咁样啊细佬又系啦。咁咪几好囉。我好欣赏啊任何嘅人种都好欣赏啊每个人种有唔同嘅靓啦系咪先。点解要咁样睇唔起自己呢好开心啊。我去到边度啊我出到去人哋同我讲英文啊冇问题。因为而家生咗三个小朋友而家三个小朋友其实又唔似佢喎。做乜嘢佢三个小朋友又唔似又冇呢种个中东嘅感觉。跨代遗传系咪又执错呢咁样。唔清楚啦。佢啊分享点样同屋企同个自我成长搵返个平衡先啊。经常呢就提到要锡自己多啲啊确保自己嘅需求不被忽视啊咁就话。佢而家呢能够将啲孩子交俾别人照顾几粒钟都唔感到内疚㗎啦。我阿妈就唔会㗎摆低几多日都唔会内疚㗎。佢啲都係好老母嚟嘅。佢有机会重新发现自己兴趣同乐趣咁话喎。咁啊几好啦几正面啦。咁啊陈海林其实呢都个人都几得意㗎。佢个細佬都话要着草走咗去外国。唔好讲着草。移居离开啫咁样。嗰阵时我记得打住风走添。林作曾经呢仲话够唔够姜验 DNA， 我攞100万出嚟咁样。戆居人家屋企好有钱㗎。讲话佢同佢細佬完全唔似佢屋企人。两个都都系中东嘅。佢老豆同佢老母就完全系华人嘅样啦。係囉。系咪咁啊？呢排就父亲节啦，咁老豆同个细佬就好恩爱咁样，就揽头揽颈出嚟影个相，系啦。咁呢张相啊引起大家轰动，因为嘉欣你啊、陈海林啊同个细佬啊系龙凤胎嚟啊嘛。IG 啊晒合照啊，个细佬啊，父亲节快乐，我真的长大了很多。很为你感到骄傲呢咁样样。咁啊细佬揽住阿爸。
阿爸就坐莲咁坐喺个仔上，坐莲，仲含住个手指扮 B B。不过由于佢细佬个肤色，即系佢细佬其实呢啲样子，你话喺 GTA 只 game 入边出现啊，或者似系啊喺重庆大厦咁样，你话唔系巴打咁，你都讲笑。即系佢细佬似我啲表哥嗰啲样咯，老实讲就系啊。吓咁我系啦，咁啊即系有啲中东啊、南亚嗰啲啦。其实成日都话咧咩啊咩啊咩啊，细路嗰时候系啊，你好似你阿爸，好似你阿妈。系啊系啊系啊，啲而家呢幅相就难少少啦。点似人大咗之后，可能就真系有啲唔同。佢老如果佢同佢一班。即是可能在重庆大厦一班 brother 咁企埋一齐，我谂佢老豆系格格不入嘅成件事。系啊，咩料咧？佢老豆似你老豆多啲喎。黐线，咁样噶嘛？佢话晒 OK 仔都似个华人啊？喂，系咯，系真系又系好乸过分嘅成单嘢。即系我喺度甩咩咧？喺度望下幅相。即系你话哇个鼻似啊，鼻尖尖咁举例下，冇样似，死咯，都唔同品种嘅。嗱，五官嚟计，条眉佢老豆眉清目秀，佢个仔粗眉大眼，嗰条眉摆明就是中东眉嚟噶啦，即系深粗黑，只眼仲要系长眼睫毛嘅，个鼻咧就系嗰啲印度人嘅鼻，佢老豆就系华人鼻，啊，成个肤色又唔同，耳仔又唔同，都冇样似。有样嘢可以即系比较大胆去假设嘅。点啊？佢细佬只手啊，佢啲手毛啊，系咪啊？系。华人嘅 DNA 就冇咁强，冇咁强劲嘅，冇咁强劲啊！只能咁讲。系。咁真系唔知道，好难解释。哇！中东真系。系咯。咁啊，印度西斯我哋知啊，陈海林。啊，林作咧就转载咗佢哋张相。佢系愿意出100万咧，就向佢细佬啊挑战。佢本人愿意用100万港币，就向你阿 Derek Chan， Derek Chan 咧，啊唔系张喎 ，Derek Derek Derek 陈喎，即系唔系 Derek Derek 啊边个啊？啊边个啊？系啦系啦系啦，钟系咪啊？张定钟？钟 Derek 钟就系阿钟培生啊嘛。咁佢细佬叫 Derek Chan 啊嘛。咁其实佢同阿 Derek 咧都系好 friend 嘅。发出挑战啊！俾你一条毛我，同你老豆一条毛。如果 DNA 对照证实你哋系父子嘅，我俾100万你。如果唔系嘅，啊，随便对比系咪有印巴血统？啊，顺便嘅咋，顺便嘅啫，纯八卦验到冇嘅，我俾100万你。即系话你。同你老豆唔系亲生嘅，我俾100万你。如果你唔系印巴嘅，我都俾100万你。系，你明白成单嘢，即系好大喎。系啊，你话冇，我打死都唔信咁滞喎。即系佢佢唔系打死200万，对佢嚟讲唔使打死佢。即系唔系啊？林作又觉得喂，我即系我真系唔信啊，所以我咪要佢林作咪抌你咪咯。佢话因为之前嗰个 Derek 俾咗100万佢冇定使，佢好奇心。同埋佢堅信不疑，就問呢個 Derek 啊，佢細佬，你願唔願接受挑戰？係、啊、咁樣樣，咁即係其實佢唔係淨係佢咩㗎？佢哋仲有個家姐嘅，原來係咩？嗱，佢家姐咧，佢家姐咧就似佢老豆老母啦，呢、這個家姐啦。哇！咁真係似，唔係即係嗱，即係真心一句嘅，係啦，嚇、啊，即係你就咁拍埋嚟咧，係。身边背后嗰有两个咧，系唔知边个品种，即系好似夹搭台咁。系系咯，搞到咁买爱嘅嘢就无分种族嘅。唔系，其实冇所谓噶，系即系好似我哋讲内地新闻咁啫嘛。有个吓咁啊仆街女竟然刻意走去验 DNA 咁样啊，搞埋啲咁嘅大头发出嚟，系咁总会有啲唔同嘅。喂，不过你呢100万似乎出手好低啊！人哋老豆好有钱噶，系嘛？系啊，家族有15亿身家嘅，咁样啊？系啊，系非常有钱噶。咁啊，林作呢100万，你真系要添啲喎。似乎攞唔到嗰个吸引力喺度啊！人哋细佬100万，100万，我净系手利是都唔止100万啊！唔知喎，系咪咁讲嘢个细佬？正常咯，应该系。唔知咧，系咯。咁啊，
林作亦都接受好多媒体嘅访问咧，你系咪噶？你咁样话，真数定假噶？系啊，系咪未使晒中山俾你100万啊？佢话100万求其藏下底揾出嚟都有啦。问到点解突然向个细佬发出挑战？系我实在忍咗太多年。嗯，佢为咩咧？吓，佢竟然话系为公义。哇，系点解？点解人哋老豆同人哋个仔唔系亲生，会系为公义咧？即系咁似啊？咩嘅？咩啊？呢个尚书大人咁讲嘅，我话以正义而讲嘅，咁又嚟呢啲啊？唔系啊嘛？公义系咪咁解噶？我喺网上净系揾到维基百科揾到两个解释，嗯，公平正义同社会正义，你为边个正义咧？即系你觉得人哋老豆，喂，人哋老豆有钱，自己唔识嫌咩？人哋老豆咁有钱？你话你床下底有啊，人哋摄咗喺个脚板底都有啦，100万就系咯，左手失一身咯，可能系咁。唔系，其实你阿林作，你而家你提出嗰啲问题，我相信咧，即系公义。问心一句先，你估佢细佬会唔会有曾经有一刻都有谂过呢啲嘅问题咧？个都讲到热烘烘嘅时候，咁人哋嗰、那个人哋会唔会了解到嗰件事嘅来龙去脉，比你还要清楚咧？清楚，使唔使同你交代呢个问题？使唔使同嗱呢个就系使唔使同你交代先？即系喺麦前我啊讲一句嘅啫，咁啊当然粗口嚟噶啦，系咪先？系唔关事噶，唔关大家事噶，系咪啊？唔关大家事噶，嗱系点都好啊，关大家咩事咧？当然啦，大家有好奇之心噶嘛，系嘛？佢老母有解释个原因，我阵间讲啦。佢忍咩啊？佢系公义啊，盲嘅睇得出啦。咁多年嚟冇人肯企出嚟讲啊，需要感言嘅林作企出嚟做咩啫？其实做咩啫？扮嘅啫，系唔系亲生？唔系，系咪亲生又如何咧？你八卦咯，系咯，纯粹好奇，系啊，唔系又好，唔系又好，难听啲讲句，我自己话嘅，唔关我事嘅。唔关我事，唔关我事，唔关，真系唔关我事嘅。因为咧，佢老豆老母俾人玩咗好多年噶啦。系咩？系啊，2021年母亲节，嗯，而家去到2022年父亲节，系啊，跟住咧就2023年圣诞节，嗯，2024年端午节，又成日喺度炒作佢哋咧系咪亲生？人哋老母曾经已经回复过嘅，系。咁不过咧，有网民就话系越描越黑嘅，嗯，咁啦。陈海琳个妈咧，竟然咧上咗阿车淑梅个节目做嘉宾，点解会咁？佢又唔系名人，系咪？佢阿妈咧叫做 Connie， 就话好热闹嘅母亲节，因为咧，佢当时啊个细佬啊就娶咗新抱，即系结咗婚啊，结咗婚就娶咗新抱。嗱呢个你话唔系好细个啊，原来已经系人哋丈夫嚟噶啦。咁啊，陳海琳咧又有啲 B B 出世嗰陣時候，抱咗孫咁樣，好熱鬧啦。咁上年個母親節又講到，咁咧其實大家咧就非常之關注咧，連阿車淑梅咧，嗯，都好關注咧，就話你呢一對龍鳳胎啊嚇啊嘅混血標誌外貌係啊，同你個大女，大女叫 Joyce 喎，係啊相比底下。坊间就话你大女，因为阿陈海琳个样靓到鬼地，唔系鬼地啦，直头成个中东人咁样，嗱啲咁嘅印度西施样，嗯，就自卑喎。你大女又似你两啊两父母嘅、父母两公婆嗰两个咧，就唔知边个家庭走入嚟嘅。系咁啊，佢阿妈回应，其实咧，陈海琳同埋佢细佬龙凤胎出世嗰阵。同阿大家姐个样系一样咁白净嘅，哦，但系唔知点解14、15岁嘅时候基因突变，系佢话基因突变，哇，眼大咗，嗯，面尖咗，阿仔须根多咗，啊咁样，突然间突变嘅佢话，咁样啊，可能我阿妈咧就马来西亚人，有亚裔嘅容貌，细佬中意户外活动，嗯。啊，同埋食加拿大嘅食物咧，就好多荷爾蒙。嗱，呢一個咧，其實佢老母咁講咧，我可以講少少。我細個嗰陣時都好白淨嘅。係。我細個嗰陣時個樣唔似南亞嘅，我而家有啲似啦。我細個嗰陣時真係同我 OK 仔差唔多啫，四眼扁鼻。唔係話你扁鼻，我扁鼻啫。係。我細個嗰陣時四眼扁鼻係完全。是不会像 Brother 的，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是14、15岁是突变的，
你有啲人唔信嘅，冇办法。唔系啊，好多人僆仔细细过得白白净，即系好好得意咁嘅样。咁但系唔系喎，大佬，我真系南亚种啊嘛，有啲系。你话佢冇，但唔系佢话佢都有。佢话佢阿妈马来西亚人，系啦。咁马来西亚就即系我嗰边都系好隔好多代嘅。我阿妈个阿嫲系即系点讲咧？其实揾嗰个血统应该因为我公就新加坡啦，佢阿妈就应该有南印度血统嘅咁样，即系都系南亚嗰方面啦。咁佢就认为佢系隔代遗传，即系佢老母话。咁但系啲网友话越描越黑噶喎。咁啊，你话佢咩啫？阿仔中意户外活动啫，但系大家姐原来佢阿 Joyce 都比较运动型啊，但系又晒唔到嗰只款噶。哦，咁样啊？喂，你话你个仔系晒黑嘅，其实大家姐晒黑咗都系一个晒黑咗嘅华人啫个样。系咯，冇变到条个鼻又长咗，啲手毛又多咗。你好尴尬啊！尴尬在于呢一样嘢，唔关事噶。我哋成日都话华人特质啊，系。即系讲笑啫，纯粹讲下笑啫。嗯，叫个细佬除裤睇下啦。黐线嘅，讲唔关事嘅，有啲讲笑啫，唔关事嘅，唔关事。啊，咁个鼻咁长，一咁发，一咁上下大嘅。系啊，系啊，即系哇咁样啊，睇住。即系你估人哋屋企会唔会唔开心咧？成日讲呢啲嘢，你觉得？唔系，其实睇下佢哋自己点谂咯。嗯。有啲嘢咧，我自己即系我自己覺得啫，哪怕嗰件事嘅真相係如何，喺我自己角度嚟講咧，係唔關大家事。咁啊，大家用一個抱住剝花生嘅情況底下研究下係咪真，係真又好，唔係真又好，最緊要嘅係佢哋屋企人介唔介意。介唔介意嗰件真相係如何啊嘛？係咯係咯。咁佢哋，我相信你試下問下邊個？邊個？啊，系咪郑嘉颖啊？嗯哼，郑嘉颖，你嗰次知唔知？我唔知佢知唔知喎。咁你觉得郑嘉颖有冇谂过啲问题啊？可能会有，可能冇。咁又系又如何咧？人哋都唔讲唔理咧，系又点又唔系又点啫？系咪先？系系。咁即系不过搞笑就喺呢度，大家会真系喂唔系、哦，好唔同喎、哦。喂，人哋老豆老母。人哋大家姐又冇讲，你两个唔系亲生嘅。喂仔又得意啊！唔准分身家咁。嗰个大家姐又好鬼，又系真系嗰个样啊嘛。系咯，点解啊？个即系你都唔系嘅，都关有啲得，有啲唔得。即系好似我阿妹，其实同我细个嗰时个样差唔多啊。嗯，佢唔系好，即系我系如果我留埋须满面，就系人哋个话我成个。即系印度人咁嘅样，唔系即系或者咁讲啊？有啲系生得似，有啲生得唔似嘅真系。如果系父母其中，我哋即系又讲跑啊嘛咁样啊，血统啊，啲隔代遗传啊，有啲咁嘅嘢嘅吓。咁但系你话喂唔系啊？睇你即系可能话睇阿爸阿妈，如果话是但一个有类似咁嘅 DNA 或者咁嘅特征，你叫做传咗落去俾你。啲仔女，咁你个仔女有翻，哇！突然间发大咗喎，嗰个基因，即系嗰啲咁嘅 symbol 发大咗出嚟，咁先合理啊！但系唔系啊，大家都好传统嘅华裔，望落去系咯，就系奇怪奇啊呢度，究竟因乜解佢会有呢啲咁嘅变异咧？系，我相信要揾科学家啦呢单嘢。科学家系啊，解释一下咯，唔系好闲嘅啫，其实呢啲嘢。但系就，但一定唔系同公义有关咯。唔系公义又其实就冇关。讲多咗，我啊，即系哪怕吓，哪怕如果佢哋两子弟啦吓，系唔系有华裔血统都好咧？系，佢真系唔关我哋事。又嗰句，咁又点啫？系咯，佢细佬有手毛，关我咩事啫？佢乜真系唔关我事，佢又唔系攞只手嚟捽我块面，系咪先？所以唔系政治，你讲就众人之事啊嘛。系，但呢啲八卦新闻人哋家事咧，但系啲人就好八卦，好雀跃。系啦，究竟讲不完呢啲啊？年经嚟嘅话俾你听，即系正正系年经。上年母亲节，今年父亲节，出年就圣诞节，嚟紧圣诞节。系啦，佢一老咗嗰时候，似圣诞老人咧，就话同圣诞老人有路嘅。系啦，咁啊呢啲就睇下人哋受唔受咩啦。不过人哋屋企真系有15亿身家林撞，唔该你行开啊。
太有钱，人哋屋企太有钱啦，冇必要搞呢啲嘢啊！一百万系好少，即系你硬系好似攞啲钱出嚟，硬系要踢人哋嗰啲秘密出嚟。你问下 OK 仔有几寸墙咁，可能一百万都 OK。系嘛，咁啊攞把尺出嚟先啦。你冇理由揾啲十几亿身家嘅屋企咁大家族咁，然后话攞钱达人噶。你仲要起你家底咁样喎吓？达人系咯系咯，一百万起到你家底吓。唔好意思，真系未够班，未够班，下次再倾，拜拜。